又到了吃青团的季节了，姐妹们，这个每年清明节前后咱们能吃一阵，过了清明节的话它基本上就不做了。这个是蛋黄肉松的，糯糯唧唧的，特别软糯。这个是咸甜口的，这是豆沙馅的，豆沙的就是纯甜口的。这个是黑芝麻的，馅儿都特别大。黑芝麻的特别醇香，这盒里面是六个，你们一定拍这个三个口味混合的，那三个口味都好吃。特别 Q 的口感，你要喜欢吃稍微有嚼劲一点的，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下，喜欢吃那种糯叽叽的你就放常温里，又黏又糯又拉丝，每个都是这种大馅的。再来一个豆沙的，